他捡回来。还要得。做胡辣子。今天我妈也开始做胡辣子了，我们先去地里把辣子捡回来。这就是我们一地的辣子，看来没好多了。今年雨水多，在我们今年这里光下雨，天了也大得很。我们地里最后的一点点辣子，因为有半到半个月都没回来了，还不晓得屋里没得辣子了。我昨天摆点点辣子起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摘的辣子，这么多。对。辣子也结束了，一个都不剩。现在把它放在筛子里面，要把水分拧干才行。这辣椒少不少吗？不少。把弄糊辣子，我就来煮饭。我们一回老家，我们都喜欢吃柴锅饭。妈，你亲口戴个手套，待会儿手火烧火了，手套有点不方便了。你晓不晓得他刚刚扒到李子树上面去的？你好辣不？你辣得很哦。我就是个辣子虫。辣子虫就好了。先炒一个外婆菜。这个包装好的外婆菜放进来，一点白酒，放点酱油就可以起锅了。好了，我倒凉面了。啊，好香啊！嗯，我当你想吃了，我给你咽一坨，有点流口水了。全都是鱼片。今天我们三个菜，一个蒸蛋，一个外婆菜，一个鱼片，挺丰盛的哦。来吃外婆菜，下饭的很。哦。嗯，好不容易挑个蛋哈，我还帮着你外婆来吃个菜，没味道。嗯，哎呀，店里面有鱼片，可以尝一下，这个是黑鱼，现在都是鱼片，尝过。我个人来，自己来嘛，尝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刺都没有，全都是肉。我鱼没得刺好吃。这个鱼的分量刚刚好，够我们哈，不多也不少，太多了也吃不完，少了不够，刚刚好。特别嫩哈。嗯。今天这个外婆菜好。好下饭啊，这个鱼也好吃，好嫩啊。我今天打算吃三碗饭哈。你吃第几碗了吗？有十二碗嘛。我今天看你吃三碗饭啊。嗯。我吃第三的碗饭。哎，你真的吃三碗饭啦？是啊。你今天炒的这个还外婆菜，或者这个鱼片儿，好嫩哟，也好吃。你难得吃三碗饭啊，多吃个。回来，我做饿了，要吃三碗饭，锅里煮的饭，锅里煮的饭香哈。嗯，我来喝个汤，吃了好干活，多吃点凉，要不我没有干活哈。哦。